小心配音，原审片。来，克里，这是纳什达，你们以后好好相处。纳什达，这是我最喜欢的笨笨炸弹，我也会做炸弹哦。嗯，哇，是可莉没有见过的星星号。Day two， 哎，也不知道这几年纳什达跟可莉相处怎么样了。我们回狐狸看看吧。你看，我们的炸弹结合起来，威力更大了。我唱我服的。下面让专家来讲讲如何做梦。首先，并不是越安静越好，一些环境也可以起到辅助睡眠的作用。哇，专业！其次，人都是有从众心理的，看见别人睡得香，自己也会想睡觉。有道理。最后，如果找到一个温柔的长辈在旁边，能唤醒人孩童时期入梦的感觉。大家快去试试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唐僧大人，您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，谢谢你的厚爱，未来须弥想必会蒸蒸日上吧。你以为的驯兽师，杜尚这一路走来的友情牵绊，我要打倒你。真正的驯兽师，成为我的伙伴吧。好了，可以去参赛了。啊，不需要培养感情吗？你没看到这个神奇妙妙工具吗？洗脑已经，我是说友情已经建立了。洗什么？你把驯兽给？嘘，别逼着我对人用。哎呦，你又去找那个银了。玉皇说了，你小子肯定是叛变了。怎么会呢？只是因为银他是我的宿敌，能让我变得更强，是我无与伦比的上进心驱使我去找他的。策划一没想，哎，难道是我们错怪他了？您确实对女王忠心耿耿，卑职告退。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你看，都给干歇逼了。呀西，再让这个比杀几年，我就是第一执行官了。嘿嘿嘿。我给伞兵安排了个工作，换个温饱。您费心了。那我儿子的那个脑袋恢复的怎么样了？挺好的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不纯粹一时之风吗？闭嘴！让影知道了他儿子在我这里被打伤了，我不得赔死！欣赏更多沙雕配音，记得三连关注阿青。